下一位嘉宾要隆重介绍一下啊，是我的心动女嘉宾。哎呀，有完没完。她对别人是刀子嘴，对我豆腐心啊，在别人的 臭豆腐吧臭豆腐我就能理解了。李丹闭上嘴。在别人的眼中她很毒辣，但是在我的眼中完美。她是谁呢？她就是天空中最亮的星，金星。你说你还怎么上？好甜哦！掌声欢迎！我三年在心中默默期待的 CP， 金星。金姐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看姐怎么苦啊？好嘞，金姐，金姐你受苦了，金姐，不好意思，金姐你受苦了，你受苦了。金姐受苦了，金姐受苦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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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金姐的像煮茶，这个劲儿是。好了，坐吧。那我回了。坐，回坐吧，快去吧。哎呀，差不多得了。在我开土之前啊，我跟你说，这节目以后不能上了。原来吧，土大大我挺过瘾的，但发现这个节目越来变成一个尊老爱幼的节目了。既然我敢坐在那儿，我就敢让大家怎么土都没事，但土的也不过瘾，太相关，哎呀，礼尚往来的，真没劲了。哦，太没劲了。张绍刚，先说你啊，他老想跟我玩 CP 哈，看到他我脑子完全空白，只有五个字，那什么字吗？丑人多作怪。说他的吗？真的真的真的，绍刚没问题，咱俩认识这么多年，如果你觉得这个五个字对你生命当中太沉重接受不起的话哈，送给旁边那个人，送给蛋蛋，他接得住的，他绝对接得住的啊。嗯，张大张小小，你我刚才说蛋总能接得住丑人多作怪，你乐什么呀？别什么热闹都凑，姐吧给你出个主意，善意的劝告，在那个大的下边加两个点，以后叫张太太。什么节目都赶上，什么钱都要赚，2017年的时候吧，甚至还参加过一档叫什么“原创警犬成长”类节目，叫做《骑兵神犬》。看到这个节目以后，消息我惊呆了，我真呆了。我说现在什么人都可以当警犬了吗？警犬的门槛那么低吗？你以为你乱咬乱叫就可以当警犬吗？张小小。跟姐也不陌生，趁这个节目哈，赶紧站起来替警犬道个歉，给警犬道个歉。真的。许知远，许先生。李诞，你请的嘉宾我土不土啊？随意随意。他不让别人土上吗？不不不，老伴儿听你的，你说怎么？你随意。哎呀，哎呀，许志远那个紧张，那个手都那么握呀，姐妹儿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。没有，我们俩很多年没见面了，一见面的时候吧，我说哟，我说哥们儿，你那些艳事我全知道。他说姐，打住打住，给兄弟留点面哈。我说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。其实啊，今天我一半的时间准备吐槽许志远的，但是我一到现场以后吧，所有的工作人员嘛面带难色就跟我说，姐姐姐。收着点呗，别别别，许志远老师内心比较脆弱，你看你要上台那么说的话吧，因为文人兜不住的话脸色会很难看的。完以后我说哎呦，我说你们真不了解许老师，他是个有文化的人啊，心里头没那么小气，格局大着呢哈、啊、他怎么会脸色难看呢？他就是单纯的脸难看。真的真的
蛋总有私人关系啊，因为许志远出了他的书哈，所以蛋总请他来做嘉宾。但是呢，蛋总也是心机特别多，他就想用那个许老师、许先生那个奇貌来衬托他的美色。奇貌，其貌不扬的那个奇貌，什么奇貌？为什么那个金姐的吐槽有捧哏？所以说，你看看那徐老师霍托分多好啊，149分，一只人字拖的价钱。好，这个。所以说，徐老师下次穿鞋就一只脚穿人字拖了，对吧？好了，咱不说了啊。阎鹤祥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我以前都不认识他，怎么能不认识？开玩笑了，相声事业刚刚有点起色了。哎，那个郭大少爷啊，郭麒麟啊，你们老师的儿子啊，大少爷就给你抛下了。人有这个资本呢、啊，人爹是谁呀、啊？对吧？人家开的店，那当然想抛谁就抛谁嘛，对吧？所以说事业刚刚起步心就慌了，但姐是过来人，贺翔咱小伙特别好，这两天的一聊吧真是实诚人。姐跟你说啊，别看郭麒麟郭大公子在外面又拍综艺呀、啊、又拍戏的，那都是逢场作戏，真的，就男人嘛都是一个德行，玩累了玩够了自然就回来了。我要说啥都可以。这话也就金姐敢说。对啊，在家有点耐心，在家有点耐心。哎呀，李雪琴，我们东北小姑娘哈，挺好的。自从我们赵本山老师退役了以后，她就接班了，弘扬了铁岭的文化，对吧？但你和建国炒 CP 之后，我觉得有点不地道，真不像咱们东北女孩的个性。你看你自己参加了那么多的活动和那么多演出，赚了那么多外快，你怎么不带上我们建国呢？对吧？你就这么对我们的建国吗？这个 CP 吗？对啊，你看我旁边看怎么是不忍心，因为我喜欢，我也喜欢建国，然后有点感觉，什么感觉呢？就卸磨杀驴的感觉。是不是？你看这 CP 炒这么好，完自己夸又是喜剧人，又敢做那么多节目，说我这么一看嘛，难道我看人看偏了吗？这丫头挺好的，不对，我再仔细琢磨一下，瞧瞧这手段，瞧瞧这野心，这活脱脱一个铁岭邓文迪呀、啊！这个好，这个好，绝对的铁岭邓文迪。那你们把我们的盘锦的默多克怎么办？安静波动，这两个人的 CP 啊，完全是蛋总就为了节目效果给硬凑的，根本就不合适，明白吧？根本也成不了，你们别玩这个了。也不知道他谁给取的名叫什么雪国列车，妈呀，你们眼睛都瞎了！什么雪国列车呀？这不雪国餐车吗？什么眼神啊，啥眼神啊？来，薇娅，前辈在电商直播，我觉得是晚辈了，这是前辈了啊。带货女王，不止日用百货什么卖得好哈，还卖过火箭，大家都说了卖过火箭，事闹得挺大的，确实挺大的。那天姐姐他们点进去一看吧，哎呦，明白了，那哪是卖什么火箭的，就是火箭上的一个广告，对吧？大小姐，这种博眼球的手法姐见多了。上一次我还看到一个消息呢，说了疑惑金星能不能孕育生命，看到这个标题以后我气坏了，这不明知故问吗？谁这么多管闲事啊？点进去一看，天文学家。对不起，误会了，对不起，误会了。好，薇娅小姐最近上了很多综艺啊，非常忙非常忙非常忙，你看都有时间来到我们吐槽大会了哈。你看吐槽大会这点小钱她也要赚的，都比不上直播吧。啊，薇娅小姐，对，所以说最近是货卖不出去还卖不好吧？不会的，这事儿在你身上永远不会出现的嘛。有一次在直播间都哭了，说工作太多没有时间陪女儿，有时间来我们吐槽大会没时间陪女儿吗？
女儿天天自己在家照顾自己。哎呀，这么多年我见了很多独立女性哈，但独立女儿还头一回见。真的真的，我现在吧也开始做直播带货了，所以我为什么要吐槽薇娅呢？是来学习的态度，怎么卖货。我发现很多主播哈都会引导你冲动消费，让你买一些吧哎呀你根本用不到的东西啊。所以作为消费者啊，不要人云亦云，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，理性消费，不要被任何人所影响啊。来姐的直播间，来姐的直播间，姐让你买你再买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我是金姐金星。今天是不是咱们又赢了？洗你的感觉，肯定赢，这肯定赢。三、二、一，锁票。来吧，各位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优秀的金姐，在她的吐槽结束之后，她的吐槽热力值是。我觉得还是我那样吧，金姐的风格，金姐的语速，金姐的表达方式，但是我觉得还吐得还不过瘾。金姐怎么着也得190吧？我觉得应该没有国仔高，对吧？肯定应该不是全场最高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国仔有178，应该没有这么。他有可能跟王建国差不多。176，谢谢谢谢谢谢加一。这么高啊！哇塞！哇，你厉害，黄宇！咱们下班了，可以？对啊，我们这个也对比太明显了。没有，但他们三个人啊，刚才大家说了，他们三个人这个是那个，他们三个去了嘛？对，失去了一个人的，还是有机会的。对啊。